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小伙伴们收看，我们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评论哦。是的呢，好嘞，我们今天来玩双人解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粉队吧，我蓝队。当然了 ，Of course。给对方找方块，哇，第一关就这么多箱子啊！我天哪，有没有不是这个里面的？哎，好像不是的。得给我两方块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两方块吗？俩，是的，俩 ，One, Two, Three， 俩。找到一个少女方块，哇哇，找，哎，找到了啊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去吧。其实你那个箱子可以跳一下就能捡到的，我觉得。看看，好像需要三个呢。要三个吗？对啊，你少找一个。屁！第一个要断跳。你按断跳上去吗？那个。不行，真的要找三个的。要找三个吗？哎，有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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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。你说了要找三个，你就是不相信。你说两个方块，我就以为是两个方块、啊。我说 one two three 俩。对啊 ，one two three 俩，你自己说 one two three 俩，没毛病啊 ，one two three 俩。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，one two three 俩，我不知道你这数学成绩怎么说，英文是三。中文你跟我来个俩，我到底是听你英文还是听你中文 ？Of course， one two three， 俩 ，one two three 呀，俩，我服了呀，我真的是，哪有什么你这个大坏小朋友 ，one two three 俩 ，one two three 三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，哪有你这样坑小朋友的，是不是？小朋友的。英语水平已经是挺好的了，是吧？你突然说啊 ，one two three， 哎，小朋友，这不是三吗？对不对？要三个方块，one two three 俩，然后我就象征性的听着你的中文，俩要两个方块，然后好吧，两个两方块吧，然后你又说突然就是 one two three， 哎 ，three 不是三吗？哇，我们被完全被柔姐给迷惑了，我这是迷惑性英语。你是有多那啥？别再烧了，再烧等一下开关都烧没了。没事儿，没了不就卡关那么简单的事儿吗？哎，他放了蘑菇云哎，这个作者很用心，他知道蘑菇云。他被烧的，应该是和我们一样。走。你看啊，那么懒。谁懒了？你放开关你就开嘛，找了三根小木棍给对面。我服了，我嘞！我靠，这么多坑啊！有五个坑，我要捡到岩石棍，岩石块。哦，这三个，那边四个，这边三个都不是的，这边四个都不是，这个四个也不是的，这个好像是的。我找到了剪刀。这个也不是的，完了呀！那这哪一个是的？这个好像是的，这个也不是的。我刚刚看到这边好像有一个呀，这个也不是的，一二我记一下啊，这边四个都不是，这个看一下，快点啊，这个也不是，我也想快来啊，我的天哪，你看这有多少个陷阱，你自己看，不行我就拿放那个开关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好像也不是，那都不是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跳跳呀，这个呢？这个也不是，往前面两，往前面一格也不是，这边两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角落那个呢？是的吗？角落也不是，这都不是啊。前面这三个呢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它一共有七个，四个，二四六八，一十一个，一十一个，一十一个洞。这个我没有尝试，一十一个洞，四十，哇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前面这个呢？前面这个也是错的。那我一个一个排除法，一二
这个是了，这个还没试。四个全确实不是啊。你得一个一个来，你不能投机取巧。那、啊、这四个我都试了，这个也试了，这个也试了。那边有五个嘞。对啊，一二三四，六八十十一，一共有十一个。哎，这个是的。是的吧？真的是不能投机取巧啊！没有这么多的洞，一个都没有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啊！你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每一次都好累的了不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蠢吗？你还说我找不着？因为你蠢呀。你不也一样？我没有你蠢啊，我是在排除法，我是在看看图。哎，有开关，直接就有开关，走吧。这一关是干嘛的？应该是要锄头，我觉得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要锄头。我容易吗？我 one two three 杀俩，永远不变的梗，这是一个梗了。那么别人问你 one two three 是几俩？啊，我卡虚空了。卡虚空了吗？那个作者让我跳了，又不让我死。你应该能死啊，最下面就能死了吧？没有啊，死不了嘞。你死不了吗？那你退出一下嘛。好吧。退出再进来嘛。满了，我进不去。满了。好嘞，咱们这一关就直接用开关过去吧，因为怕小姐姐再卡虚空，走吧 ，Let's go， 下一关、嗯。是的。实在不会走这里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叫实在不会？我过来呀。会的。啊，这个我直接跳过来了，它是一个跑酷，我过来。哇，这是找什么？找东西。巧克力。哎，这里有啥？啥也没有。采巧克力方块，采巧克力方块，采蘑菇云箱子。哎，我找到方块，找到开关了，我可以过了。拜拜，您嘞。哎呀，你咋了？你又咋了？这里没找到呢，啥也没有呢。你别吓我，你又哎，我卡了，我们也重新开始。我可难受了。哎，怎么啥也没有？这个迷宫里面，啊，这里，我这里没有钥匙啊。没，本来就没钥匙啊，你直接过来啊。本来就不用钥匙啊。哎，你那关没有钥匙吗？不存在呀。刚找着嘛。啊。那边那个出口给对方指路哦，不用指路啊，你下来，我已经跑完了，还有你指路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他说让我指路，我就指路呗。要你指路，茼蒿菜都凉了，好吧？吃蛋糕，吃成大胖子。当当，最近已经胖了很多了。当当，当当，当当，猪八戒吃西瓜。箱子啥也没有。哎，开到开关了，我过关了，拜拜嘞你嘞。我可以下一关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保证复活点，好多虚空啊。弹簧。哎，这有东西要捡吗？那边有个箱子。弹簧。这楼梯。我的箱子呢？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叨叨叨。你还在那一关呀？好吧，你快点呀，加油啊！你人呢？我在找箱子啊！加油呀，加油呀！箱子多的事儿，有假箱子吗？没有啊。好，快来吧，我的弓箭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要发射了，帮你打开关。等一下，我得还没过来，我得给自己吃个楼梯啊，大哥。不用啊，直接跳下去放上面就行了呀。
磨磨唧唧，唧唧磨磨。看第一个，第一箭，哎，为什么射不出去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空气墙射不过去吗？我得给你，我的天！他说让你在中间。哦，给我。是的。我这掉下去。打了半天，我还得给你。我给你吧，你自己射吧。好的。交给你了啊。你是神箭手吗？百里守约，申请出战。哎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！他都说了在中间呀，你还是去了两边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是不是大傻子啊？完结了。哎，结束了！你哇，这么快呀、啊！你吃了我的星星了！我吃的是我自己的，好吗？过分！你才过分！好了，那么多，咱们今天的全新双解密就到这结束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！拜拜！散伙。